炫斗之王，角色出招教学。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雷皇。阴静之水不动如山的雷皇，一生都在追求武学的最高境界。他擅长近距离对战，招式简单，威力不足，众多格斗必杀技结合超必杀、苍天降龙拳、破逆堕玉腿，以中击奥义，会使你领略到雷皇强大的中国武术功力。特殊技介绍：锁骨斩，连用特殊技，带有短距离移动属性。锁骨斩取消状态。疾风刃，空中抢空特殊技，对手中招后将浮空，可追击。地袭，可以躲飞行道具的下段攻击，对手站防不可。地袭取消状态。必杀介绍：雷炎波，炎地移动的飞行道具，可蓄力，蓄满后变成二连击。降龙拳，对空必杀技，出招有一身无敌格挡，可以格挡大部分中上段攻击，不过此时下段有破绽，可以被对手蹲轻脚击中。轻降龙拳发招收招快，只打击一次，重降龙拳发招收招慢，最多三次连击。风破，原地释放的下段飞行道具，对手站防不可，受击后会被击飞。堕玉腿，腾空后多段突进的必杀技，轻堕玉腿硬直小，重堕玉腿可接堕玉衣饰撞魂。堕玉衣饰撞魂，重堕玉腿的派征招，对手中招后将浮空，可追击。雷厉风行，短程突进必杀技，对手中招后将弹墙，可追击。超杀介绍：苍天降龙拳，对空超必杀技，出招有一身无敌格挡，可以抵御大部分中段攻击。 Max 苍天降龙拳，破逆堕玉腿，腾空后中距离突进的必杀技，跳起之后无敌，可以瞬间躲过对手的攻击及飞行道具。 Max 破逆堕玉腿，奥义阴静止水，消耗两颗气点的奥义，中距离地面冲刺。接下来就让我们观看一下相关的连技展示。